福登和女友带娃前往酒店餐厅用餐，庆祝与曼城的续约。据太阳报报道，曼城球员福登和女友丽贝卡·库克被拍到现身酒店享用大餐，以庆祝与曼城续约。当天，福登和女友推着婴儿车，带着孩子一同前往酒店餐厅用餐。在进入餐厅前，福登还和一名球迷合影留念。福登和女友丽贝卡·库克在年少时期就在一起了。2019年的1月，18岁的丽贝卡·库克就生下了他们的儿子罗尼。2021年的4月，福登和女友宣布他们即将迎来同第二个孩子。2021年底，他们的女儿出生了。身为两个孩子母亲的丽贝卡·库克似乎想要远离外界的聚光灯，她的社交目前设置为私人不可见。